我不是你们看到的这么一个这么好脾气的人。再没有人有时候脾气挺暴的，其实。麦，人家说的，你学的最像的一种声音是什么？不是摩托车吗？他妈，他问我，他妈，他不问我，我怕你干嘛？我有毛病啊！可是如果你要演一个人生，他妈的，不要脸。我们俩来算算，谁在这个组里面待的时间久？左边，左边。骂我。骂叫你，骂叫你，丫的，是没事吗你？你善良一点啊，郝一博。郝一博，多善良一点，够个人好不好？南哥，咱们往后退点，我们像那个。这把始终忍得不住了。